靠苗栗县头份世界后总办公室，担任全国另外盘牵行，到今接近十年内，目前看见是礼拜牵行路线，调地安排经过总督街五间八公庙，下到东都太阳狮子桥下来参加，李平军统、李平英是不卡夫君的八公。早晨六点半，民众已经陆陆续续在后庄福德慈济广场来集合，准备参加一年一度的后庄春季健行，也就由后庄福德慈发起的发通，目的在鼓励居民多运动、保健康，一方面要透过行路认识自己的家乡。啊，伊拉办健身活动呢，哈，健行呢，已经盼了有当新人来啊，当然就会有盼啦，哈，但是佮呀，去年就无停，去年疫情的关系就停脱。今年看到哎呦，有等下咧，陆陆续续的继续来办下亲子健行活动，本来都他搞的来老办公建议啊。除了健行发通主办单位和贴片来天州八公在 M 组登录，本发通还较响应参加。主办单位主讲，条分是后庄里迄条分天意太里，里面然后需要5630，不过用5/3个体来计，故所期盼健行联络里面的感情，也归入的产品有特色的八公庙，每下也摆发通的特色。比较传统式的那种石碑的那种刻字的，那也有一些是那种比较少见的，就是那种石雕的。可以认识我们客家庄的土地公。走一下，运动一下，然后又可以顺便了解我们这边。客家庄这边的土地公这样，差不多600位的民众归路的因行人打载过，对后庄福德祠出发，经过山下排八公庙、加下八公庙、哈沙窝八公庙、水头八公庙，前后转到后庄福德祠，全部路线差不多3公里，用好高又神奇的方式，说是自家的家乡同信仰。客家新闻总司密，美丽报道。